快来吧，再不吃啊，鱼凉了就不好吃了，快点。啊，坐。嗯，鱼真香，谢谢妈妈。爸爸吃鱼。谢谢宝贝儿。呵，小马屁精，就知道讨好你爸。妈妈吃鱼。行了，你来吃吧，啊，多吃点。我告诉你啊，鱼里头啊有脑磷脂，吃了对大脑有好处。宝贝儿，多吃一点啊。谢谢爸爸。哎，我去。喂，哦，一涵啊，怎么了？喂，他也在接电话呢。你说吧，什么事儿？是我在接，你说吧。韩冷都跟我说了，今天晚上的事情是他的责任，跟你没有关系。我希望他说的话都是真的。你现在说话不方便吧？就这样吧，我们改天再聊，再见。哎，谁的电话呀？是简。他说什么呀？他说，易涵去找过他，已经把事情解释清楚了。哦，易涵刚才来电话也是说的这事儿。他说让你放心，说没事儿了。啊，没事儿。没事儿还不好啊？瞧你那失魂落魄的样子。吃饭。对对对，爸爸吃饭，妈妈也吃饭。来吧，多吃点菜，补充维生素啊。行，你也吃。哎，美女，真对不起啊，出了点意外，我也没想到。没事，只是对肖律师没有什么影响吧？那倒不会，但我已经跟建解释过了，看他的样子，好像也没那么生气了。只是这样一来啊，我的希望就更渺茫了。那也不见得，没听过那句话吗？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啊。对，你说的对。哎呀，既然他不陪我吃饭，咱们俩吃。不管怎么说，你们为了我的事儿也算是没少下心思。今天呢，我就好好的请你吃一顿。服务员，把这些都撤了，照原单再上一份。最近弹琴退步了呀？好几天都不弹了，当然生了。我觉得不是生的问题，我怎么觉得你这弹的节奏都不连贯呀？
啊，出什么问题了？小指头用不上劲儿。那怪谁啊？是让你不小心把手指给弄伤了。哎，宝贝儿，手还疼呢？好多了，爸爸。什么好多了？我看你啊，这次升级考试肯定没希望。哎呀，行了，你先歇会儿吧，啊，一会儿再看，快。嗯。一直不太明白，你说他那手怎么伤得那么严重啊？哎，还有啊，他说那些话什么意思啊？什么约定，什么拉钩，他为什么非说把手指给剁掉啊？哎呀，越想越想不明白。算了，那你们也不清楚。这小女孩啊，到这岁数可能都有点不大正常，咱也别伤脑筋了。哎，起了吗？早点睡去吧。哎，那你呢？我还有两个话，后来再睡。哎，医生。啊。咱们必须谈一谈。谈什么呀？是关于逍遥。咱们别在家谈，出去走走好吗？行。那我跟夏夏说一声。啊，我去拿衣服。嗯。夏夏。哎，妈妈，我在厕所呢。哦，哎，我跟你爸爸到院子里走走，你一会儿出来弹会儿琴好吗？知道了，妈妈。哎。这儿坐会儿吧。哎，说吧，逍遥怎么了？逍遥的手不是无意中伤的，是他自己给划伤的，用水果刀。我想你应该知道。我就说嘛，那他为什么呀？因为他是为了阻止我和坚见面才罢手。他为什么不让你们见面啊？因为他觉得我和简之间有某种不正当的关系。你有吗？是什么时候的事？就是上回出差，好瞒养我。后来我在机场碰到了他。怎么是你啊？这么巧。我不是在做梦吧？好的，爸爸，我也爱你，谢谢你给我的生日礼物。嗯，再见。我要吃蛋糕了，先给爸爸留一块。好好好，还是他爸
这些电话管用。来切蛋糕吧。睡醒以后一睁眼啊，爸爸可能就回来了。担心你睡不好的时候，你跟那个女人上了床，是吧？一说真是对不起。对不起？你以为这是对不起三个字就能解决的问题吗？你以为说声对不起，这一切就像没发生过一样吗？在你做了这种事以后，你以为萧雅还能把你当成他的好爸爸，我还能把你当成我的好丈夫，这可能吗？你说。我一直以为我的丈夫不是一个花心的人，他是一个对家庭、对感情负责任的人，是一个值得我信赖的人。多傻呀！我居然还鼓励你去跟他合作。在情人节的晚上，我居然还腾出时间让你去跟他约会，我真他妈傻！我一说，一说，放开！一说，你别这样好吗？我向你保证，我是爱你的，是爱孩子的，这一切都没有改变。我跟他，跟杰，只是一次偶然。你认为是偶然？是偶然。我承认我没有把持住自己，这是我的错。可真的只是这样而已。而且我跟他就只有一次，我保证。一次还不够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我真的就只有一次。我觉得你真的很可笑，你老强调这个什么意思？犯一次罪是罪犯，犯十次罪是惯犯，你知不知道，肖律师？你们啊，哎，你们刚回来？哎，我告诉你们，老白今儿又被我抓了一现行。你这什么呀你？哎，你要不信，你问老肖。那我现在还跟那个李红有来往吗？就是，我早就不搭理他了，对吧？哎，
今天下午啊，李红给我打个电话，说要见个面，聊一聊同学聚会的事儿。晚上我俩就去了个咖啡馆，刚坐那儿连五分钟都没有，哎，人家所长大人一屁股就坐那儿了，瞪俩大眼睛，看看他，看看我，你说还说什么呀？走人吧。那怎么了？我坐那儿又不插话，你们聊你们的不就得了？你也学学人家叶双的风度。学不了，你要是像人萧观鹏似的，用不着学呀、啊。哎，那个对了，这周五下午那个聚会定了吗？哈哈，基本就算定了，就在那个海滨烧烤，男士可以带夫人，女士可以带先生，咱搞得热闹。哎，叶双，你去吗？啊，不知道，看吧。去吧，我也去，看看他们都是些什么狐朋狗友。你这叫什么话呀？我跟你讲，那可都是法律界的精英。哎，有这个法院的分厅长，检察院的副检察长，法学院的副教授，你管这帮人叫狐朋狗友，你可真敢说你。那怎么了？这人好不好跟这有什么关系啊？那海关关长可以沦为走私犯，缉毒警察还可以变成毒贩子呢，是不是啊，叶双？没错，一个道貌岸然的律师，也可以在老婆和女儿对他放眼欲穿的时候，出去跟别的女人寻欢作乐呢。哎，叶双啊，你这说谁呢？啊，哎呀，你别多心啊，我当然说的不是你了。说你怎么了？你敢说你一次也没有这种情况？行，这拿我当靶子了那是。那行吧，那我们走了。那个老肖，具体情况我见面再跟你说啊。哎，你们也别溜了，晚上挺冷的，明儿见啊。哎，再见。有问题，你看出来了？这还看不出来？我要看不出来就不是你老婆了，看他们俩脸色就知道。要不然我让你快走呢。行了，回去再说吧。对不起你自己，肖冠鹏，你知道吗？你把我们对您的信任全毁了，不止对你，甚至对人、对社会的信任也全毁了。现在人活得多累呀，手里拿着100块钱，得对着灯照来照去，买了一块豆腐得闻来闻去，甚至自来水的水都得咽来咽去，好不容易回到家了，面对自己最亲近的人，以为可以完全相信他，不用提防他了，可是突然你发现这个人在欺骗你，背叛你。小关宝，你还让不让人活了？怎么说我都可以，关键是孩子。怎么了？难道你现在还要让我在校长面前维护你好爸爸的形象吗？在他的心目中，我已经不是个好爸爸。
但是他处在这个阶段，受不了刺激。我们能不能别在他面前这样，也不要吵架，不要给他增加太多的精神压力。毕竟他面临的生死重。你现在想到这个了？你寻欢作乐的时候，你怎么没想到这个？走吧，回家吧。家总是要回的。节奏上去了，要听吗？爸爸，听吗？听吧，看看你有没有进步。别老说我，你这关我什么事儿？叶双两口子到底怎么回事？你肯定知道。哎呀，我估计啊，是东窗事发喽。什么事儿东窗事发了？哎，你说也奇怪啊，这事儿叶双怎么知道？哎呀，你快点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儿。就是老肖跟那个剑两个人偷情的事情呗。什么？肖昆鹏还能有这事儿？那剑是谁呀？就是你那个宝贝弟弟死追烂打的那个女人。这不是乱套了吗？哎呀，我这个弟弟也太没眼光了。哎，白云长，谢谢妈妈，谢谢爸爸。嗯，不错，节奏上去了。佳雅，这手还疼吗？不疼了，妈妈。宝贝儿，我看看。佳雅，快睡觉去吧，啊。嗯，我还想跟爸爸再聊会儿。不行，赶紧睡觉。宝贝儿，快睡觉。
真是想不到，连萧关鹏竟然都……有什么想不到的？萧关鹏也是男人嘛，这男人嘛，男人在外头有时候……说，接着往下说，男人怎么了？男人就应该花心，就应该欺骗老婆，对不对？男人在外头胡搞就是天经地义的，你是不是这意思啊？锦锦，你冲着我来干嘛呀？啊，这事儿又不是我，我跟别人有关系了？嗯，你还以为你是什么好人呢？要不是我看得紧你……啊，行，多亏了你，是吧？你是我的大恩人，你挽救了革命，挽救了党。要不是你，我今天晚上就失足了，哎，肯定失足了，行了吧？那当然了。我问你，萧关鹏这事儿你知道多久了？也没多久，就一个来月吧。一个来月了，你就一直这么瞒着，瞒得风雨不透。哎，我说白云城，你这心里头可够能藏奸的。你什么话呀？什么叫藏奸呢？啊？哎，我知道这事儿，我能满世界嚷嚷去？啊？就拿你来说吧，你今天晚上是知道这事儿了。如果叶双不知道，你能把这事儿赶紧的告诉他？你不能吧？人家自己家的事儿，你去叫人家自己去处理，你别干预人家的生活。你这个人一提这种事儿，就跟动你哪根神经似的。我提醒你啊，你可别热情劲儿一上来就去干预人家的生活。这我还不知道，我就是替叶双抱不平。他对萧关鹏那么信任，可是萧关鹏竟然还这样。所以啊，这咬人的狗不一定叫唤。你看我吧，哎，你成天像防贼似的防着我，可是咱怎么样啊？咱没啥事儿，咱也就是有贼心，没贼胆儿呗，对不对？你呀，要是敢乱咬人，你看我不废了你，你信不信？啊，信。爸妈，你干什么去了？我去吃饭了，怎么了？你搞什么鬼呀？啊？什么小雅病了，去医院了？你怎么瞎话张嘴就来呀？什么不好学，学会骗人了？哎呀，你们知道什么呀？小韩呐，说谎可不好啊，这可涉及一个人的品质问题啊。爸，您别说的这么严重行不行？怎么不严重？我最讨厌那种睁眼说瞎话的人。哎，我怎么了？你们就这么说我？我是想害人了，我还是想图人家什么？我只是想找了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理由而已。你们怎么这么说我呀？那照你们说，我是坏人了是吧？那如果我是坏人，天底下就没有好人了。你说这是什么理儿啊？你这孩子。夏雅睡了，他是不是又跟你说什么了？这挺好的，挺好的。松手！说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别碰我，心脏！哎呀，你让开！你说你去哪儿？你管不着。不管你是住客厅还是睡沙发，我问你，要让夏夏看见了，她会怎么想啊？我讨厌同床异梦。我就睡这儿。我说你干什么呀你？你想让我夜都睡不着啊？
知道了，宝贝儿，你先去吃啊。嗯，爸爸。嗯。昨天林妹睡好了？没有啊，睡得挺好的。我看你的眼圈，嗯，黑黑的。是吗？啊。月儿，吃饭了，快去。啊。爸，你快点啊。快去。坐下。管你自己就行了啊。赶紧吃吧，一会儿啊，我送你去上学。不是爸爸送我吗？从今天起，我送你上学。那谁接我呀？也是我接你。先吃啊。来，给我吃饭去。喂。啊，叶双啊。哦，老白啊。老肖走没走啊？啊，我跟他说句话。啊，行。那你等一下吧，秦文鹏，哎，电话，哎，是老白，啊，我一会儿先去所里拿份材料，哎，见面再说啊。快吃啊，宝贝儿。爸爸。哎。今天妈妈送我上学。好啊。那放学也是她接我，你同意吗？同意啊，谁接都一样啊。哎，吃完没有啊？嗯，吃完了。吃完了还坐那儿干什么呀？拿书包走。妈妈，咱爸爸一起走吧。你走不走啊？不走，我走了。啊，走走走走走。走啊走，走啊走，找到一个好朋友。爸爸。哎。爸爸再见。哎，再见。但已经变了味儿，不再是原来的样子。我很清楚这一点，但无法再将它恢复到原样。为什么要理他？他是我爸。你说的对，他不是个好爸爸。他是的，我知道我说错了，都向他道歉了，你干嘛还这么说呀？雪雅，没关系，没他，我们照样活得挺好。没有爸爸，我怎么活得挺好的呀？妈妈，我们不能没有爸爸，是吗？我是不想跟他分开，可是他……行了，你别管了，大人的事儿啊，由大人来处理吧。这怎么是你们的事儿啊？难道我不是家里的一员吗？妈妈，你都说了，我已经长大成人了，请不要再把我当成小孩了。
话啊，一会儿上课的时候千万别想这些事儿，啊。嗯。啊，妈妈，不管爸爸做错了什么，你都原谅他，好吗？再见。班主任早。啊，走。哎呀，来了，光头。嗯。一早上就忙啊。怎么着？这脸色不佳呀？哼，能叫得起来吗？昨晚睡了一晚上地板。怎么茬？女儿告发了？不是，我主动跟她坦白的。什么？你傻呀你啊！你真相信坦白从宽呢？你不知道女人最计较什么，尤其是叶霜这种女人。老板，我跟你说，我这么做了，我可以坦然地面对她母女，否则的话，天天跟做贼一样。我告诉你，我说出来，我心里踏实多了。完了，老兄，我告诉你，你从此就再永无宁日了，你明白吗？你呀，老板，反正啊，我都已经坦白了，就看他们审判吧。行，我出去办点事儿。哎，不是，光鹏，干嘛你？这个老肖，这种事儿有坦白自首的吗？哎。保安主任。嗯。啊，到。这是董事会新来的文件。这个是财务报表。您今天的工作安排是 ？Helen， 你说柳大伟求你安排我们见面。是，他好，你替我约他一下，我给他时间，让他把他想说的话都说完，省着他没完没了的纠缠我。